来，那个麻烦来到这个恋爱圣殿，来，先拍照，先帮你保管一下麦克风。好，来，恋爱圣殿前方，让这个那个呢先来拍照。等一下，我们的视角稍微出来一点点。好，哎呦，那个哈，因为恋爱圣殿有一些那个视角上面的障碍物了，所以麻烦大家就稍微克服一下。好。还是要用那个出来一点点嘛。好，来那个右手边这边看一下下。好，地游记旅游生活频道特别邀请到了看似恋爱经验丰富的周汤豪，来跟大家分享究竟他能不能够克服友情的关卡，来跟陌生人完成接吻的这个重大责任呢？等下可以去现场问一下周汤豪。好，就麻烦那个呢左手边看一下下，中间视线给到一下下咯，正中间帅帅的情人节前戏呢，千万不要帅到被分手。好，来大家一起来跟你的情人唱个 My Boo， 很浪漫的歌声。OK， 哪边需要再补一下画面的？好，哎，左手边啊，很远方，远方，麻烦你。OK， 哦，还有上面是不是？上面有人说上面。好，有听到你们的呼唤。好，刚的姿势，小爱心姿势，再来一次。好，情人节前夕，希望大家都能够心心相印啊！当然，3月10号晚上一定要锁定9点钟 TLC 旅游生活频道，一吻钟情。好，正中间，周汤豪的眼神定格一下下。周汤豪这个帅气真的没话说哈，也是呢很多人呢心目当中的理想男友的类型。又有才华又帅气，好，来这边再补一下下 ，OK 吗？好，最右边麻烦你啊，两只手来啊，手低一点点，哎，哦，你们真的很会 Q 呢，是要 Q 多久？好了吗 ？OK， 谢谢。嗨 ，Nick 你好。我看大哥比那个对我比这个，我觉得还蛮好笑的。你说说，来，周汤豪，这个动作，这个动作，这样子。对。你会觉得不习惯吗？我看到大哥我们的动作不习惯。哦，真的吗？那周汤豪先跟这全场大家先问声好。Hello， 大家好，嗨，嗨，我是周汤豪。然后会不会冷？你们会冷吗？好冷哦。我觉得还蛮冷，而且你穿这样子。真的。对。但你不要抱我，我也不好意思哦。我才想说有机会可以抱你一下。想太多，想太多。哎，周汤豪，这个新年假期过得怎么样？我们稍微往前一小步。还可以，其实因为我。前一阵子除了制作专辑完，然后就一直宣传，然后到过年中国年的时候才终于有时间可以休息一下，然后一过完年之后我又工作了，所以我昨天才回到台北。真的耶，马不停蹄哦。可是不管怎么样，哎，拜一个晚年好不好？明天是元宵节，是拜一个晚年，拜一个晚年。祝大家新年快乐，然后新的一年呢，身体健康，赚大钱，然后明天是元宵节嘛，所以说那接下来又情人节，好多节哦，不是我们，我们过了好多节，好吗？然后也祝大家元宵节快乐。是，那我问一下这个周汤豪，你刚才看过这个一吻钟情的片段啊，真的是蛮厉害的企划，要跟不认识的陌生人直接见面就来舌吻，是接吻，是。你看完节目，你自己感觉怎么样？我觉得很酷，因为身体接触本来就是比较容易可以让大家的怎么讲距离。有一种很奇怪的一种 chemistry， 对不对？就跟人之间，所以某一方面的一个身体接触，可能会马上让两个人的那个距离就可能会拉近、拉快那个速度，认识对方的速度。是哦，所以你是不排斥的，就跟陌生人吗？我帮你报名参加一吻钟情，你愿意吗？我。你不是说可以拉近距离吗？我觉得可以试试看，因为我觉得人生反正人生只有一次，我觉得。如果有机会参加，我愿意。哦，所以如果周汤豪是参赛者，要报名参加，女孩们请举手，谁要参加？哦，很热烈，很热烈。所以周汤豪，你可能会想说，哎，是一个人生不一样的体验，也许就试试看。是是，因为你毕竟不是说两个人干嘛，就是见面的时候接吻，我觉得会跳过。如果是以情侣之间会跳过前面那个尴尬，是对。但当然两个人合不合个性那是之后，可是他前面可能会省了一些时间。
所以一吻可能真的可以一见钟情哦，不是一见钟情，是一吻钟情，一亲就觉得哎，这个人跟我有很奇妙的一些化学感觉，有可能，我觉得是有可能。所以如果周汤浩你是参赛者，节目的参赛者选手，你会做一些什么样的准备在事前的准备？吃个麻辣锅这样。哦，太好了太好了，还吃个香肠配大蒜，记得我的味道。对，没有，一定，那当然一定就是吃个口香糖什么的嘛。对啊，就是要让人家，毕竟就是第一眼的印象，第一眼的口感很重要。对对对，哦，味道很重要，没错，对不对？好，所以呢，可能会吃个口香糖啦，刷个牙啦，喝个漱口水等等啊，喝个漱口水，对，口气清新。那周汤豪，你看似哈。看似啦，恋爱经验很丰富，不知道你个人有没有这个最难忘的接吻经验？然后不要拿那种什么小时候幼稚园的亲嘴经验来挑战我。我觉得没有，其实跟今天的主题有点像，就是跟一个你不熟或者不认识的人亲吻。对，那其实我在演戏的时候，很多导演其实都会有不能说习惯，他们会有一个方式让演员比较快进入状况，所以很多导演都会喜欢在第一集的时候就让男女主角拍吻戏，因为对，因为两个人可能不认识，可能不熟悉，可是透过这样子的一个方法，会马上让大家比较放下原本那种尴尬的感觉界限，对，就是有点是被强迫，你必须要进入那个状况，对。哦，所以你觉得你人生当中最难忘的这个经验，这是为了工作需要的接吻经验吗？那你个人这个在恋爱场合的接吻经验呢，有没有什么样的那种哦，是让你觉得很难忘？比方说吃完了可能周年大餐啊，或在一个那种花前月下很浪漫的场景。我觉得是我应该是我国小还是国中毕业？国小好早熟。对对对，我想不到，我是应该是我国中毕业。哦，国中毕业。然后我记得大家都已经去礼堂了。嗯哼。然后我隔壁班这个女生喜欢我很久，然后她就叫我到班上，然后大家已经要去礼堂，都离开了。对，然后四下无人，我们俩就站在那边。然后他就亲吻了我，就跑掉了。哦，就突然就凑上来，就跑掉了，强吻你。对，所以我到现在还蛮想要问他到底是什么意思。到底是什么意思？当然是跟你告白的意思啊！你亲了我就跑了。哦，亲了我就跑。对啊，夺走我的初吻，你要负责。真的什么意思？那立刻现在透过镜头搜寻他，几年几班，叫什么名字？算了啦，可是我觉得他这样的行为会让我一直记得，印象深刻，印象深刻。对，对，哦，你做到了。真的，对，出其不意的被偷袭的经验，反而让你觉得印象很深刻，对不对？好，所以呢，今天也希望这个周汤豪可以跟这个现场的粉丝有一些什么接吻吗？哎，不这样听话讲直接，任何事都是有可能发生的，好不好？对，所以周汤豪，你刚提到过一些这个有时候谈恋爱嘛，演戏啊，工作难免会有一些这种接吻的经验，你觉得你是一个厉害的接吻高手吗？你的吻功一到一百，请自我评分。这个是做口碑的，真的厉害，你知道吗？真的良心事业是不是？啊，看我这么会饶舌就知道了。哦呦呦呦呦，你很厉害。我觉得就是我们走的是诚恳路线，好不好？是。对啊。所以你觉得自己应该亲过都有满意啦？因为我嘴唇很厚，我嘴唇这么厚，是哦，闻起来一定很舒服。感觉那个触感很好像越讲什么东西，好像越讲越奇怪。对啊，乱讲。但不管怎么样呢，我觉得那种在那个当下那种两情相悦的时刻，那个经验一定是很美好的。没有，我觉得亲吻跟拥抱一样，它是一个很棒的一个肢体动作。对，其实我觉得亲吻也不一定是。你看你讲的新闻都是法式新闻，没有没有，我们讲的是就是轻啊轻点加一点，就是点到为止，对，蜻蜓点水，是，我觉得那种也很棒啊。OK， 对，所以呢，周汤豪，情人节马上就要到了，你个人目前还是 still 单身中吗？我太多女朋友了，哦是哦，太多了 ，OK， 因为我现在最近在想这件事情，大家都喜欢讲说自己没有。对啊，我太多了，八个，哇，很霸气的宣言就对了。那再提一下，这么多的女生当中，你最希望她拥有一些什么样的特色或条件？我希望，我先跟你讲，你要一个人身上找到你喜欢的特点，太难了。是，所以你要分批，这个可能个性很好相处，然后这个有你要的那个外形什么的。Uh-huh. 没有啦，开玩笑，我觉得对我来讲，现在就是可以，跟我个性处得来，是，对，虽然这个很笼统，可是因为相处是每天的，对对对 对就像我说的，我觉得亲吻两个人
很快会升温，可是你相处还是每一天的，所以我觉得我已经走到这个一定要是相处了解两个人相处过后能够那个彼此相知相惜，那种默契很重要，不要有压力，对对对，相处起来很舒服。我希望我的对象是好玩好笑的。 OK， 但今天就要让这个周汤豪凭直觉来作答 好不好，因为呢是一吻钟情嘛，所以跟这个嘴巴有很重要的关系，我们就麻烦这个工作人员请先帮个忙来那个稍微的，我们这个闪一下下哦。好，来来来，我们让这个画架呢上到这个背板这边来。这个这样子很像那个，你没有看那个猎杀突击队吗？怎么样？里面有一个面具女，日本的那个叫超像的。红面女，就长这样。好，可以看有三个嘴巴啦，你可以挑选一下，觉得哪一个人的唇形最符合你喜欢的样子？那种厚薄度啊，光泽度啊，整个感觉，整个感觉。好，对。我现在要选吗？对，你要选啊，因为你可能就要亲，他可能在背后，在后台 stand by， 他会出来。真假的啦？对，真的真的。可以凭直觉。我选这个。你选这个。我选这个。OK OK OK， 所以我们先看一下那个落选的人嘛，他们可能会哭哭。好，那先你先选，你先揭晓这个左边这个落选的一号。哎呦！杰内姐。TLC 的当家一姐耶。人家有男朋友。杰内结婚了。老公了，老公了。哦，有老公。所以这样子不好意思，不敢造次，是不是？对啊。好好，那第二个看一下可怜。这个我知道谁啊，我太熟了。是谁？那个是 B 姐啊，我一看就知道啦、啊。娘亲是不是？所以呢，哦，每天都在亲啊，常常从小亲到大。没错。OK， 所以呢还好。那第三个来看一下，幸运中选了这位幸运女孩，她到底是谁？什么？命中注定鬼鬼？是。哎、欸，她说她跟你，她可以耶、欸。他有这样讲吗？他说他可以啊。他什么时候说的？我等一下问他。他有说跟你认识很久，可是他不排斥，因为将来的事情很难说。所以周汤豪，你要啊，你要亲他是不是？没有了。那就来来拍个照，拍个照。那你把他那个把他的那个嘴唇稍微抬高一点啊。就是把鬼鬼那个唇这样子稍微你知道，就是对麦克风帮你 hold 一下。对对对。所以呢？左一是 Jenny， 中间是这个最亲爱的妈妈 Billy 姐，右边则是目前暧昧中的对象，哎，是我说的。好，没有啦，好朋友啦，是从小认识的这个好朋友，默契很好的鬼鬼。那刚刚这个周汤豪爷呢？那我们的画像先稍微测一下下，好不好？好，想可以问一下周汤豪，为什么会选择鬼鬼的嘴唇呢、啊？对。我刚刚看，我觉得只有他嘴巴是张开的嘛，啊哈，所以感觉应该比较不一样一点。你已经准备好要被亲是不是？不是这个意思。哦，不是这个意思，但是可能那种，那你喜欢什么样的嘴唇啊？我喜欢有肉的。哦，有肉的。对，我喜欢有饱满一点的。对，饱满一点的。所以如果真的跟鬼鬼的话，你也是不排斥拍戏 OK 吧？哦，拍戏 OK 哦。那现实生活中，如果你不是你总有个名目吧？就是、对啊，你两个人没有在一起，你总有个名目吧？那没关系，假装你们已经在一起啦。假装我们在一起，比如说我假装我们在一起，那我们假装来亲一下这样子。哦。对啊，这样不行。好了好了好了，那不管怎么样，我们就是静观其变，好不好？因为这个江南的事，大家都很难说啦，哈。好，那呢，今天呢，你刚刚这个挑选的这个理想型的嘴唇，就是鬼鬼的嘴唇。对。那现场我们就是要来造福一下今天来这边参加活动的这个粉丝们，是，也许可以有跟你有一吻钟情的机会。好。请我们的工作人员，这个抽奖箱呢有四个条件。我们看一下哈、哦，周汤豪可以跟你进行公主抱，丢进去，或是被壁咚，或是你壁咚人家，人家壁咚你，还有就是拥抱，友善的拥抱，爱情的拥抱都有可能。最后，最喜欢的 kiss 啦 ，kiss 哪里呀、啊？没办法，你上了贼船了，听游戏任务你就是要完成。嘴巴，那你自己决定命运，要那个打开嚼的哦，打开嚼的哦。大家想要什么条件 ？Kiss，Kiss，Kiss，Kiss。现在你选人了没？没关系啦，一回生二回熟，第三次还没选。那你先选吧。我先选吗？先选吧。那我先选吗？那谁想要跟周汤豪 kiss 的？为什么？这怎么好笑？这么好笑？很刺激啊，男生也可以选吗？当然不行啊。哦，男生不可以。好好好，那
那我来选一下，选一下。那你眼睛，我选那喊最大声说那个周汤我爱你，我选他好不好？来准备哦，一二三，周汤我爱你。什么？周汤好，我恨你啦！好像有人吗？有人喊吗？哎，我觉得那个女生那个吧，那个红色围巾的，你没有男朋友吧？OK OK， 那可以，他可以吗？周汤好，好，没问题。好，来来来，请上来，请上来。OK， 周汤好，刚刚这样，阿关先选粉丝，然后呢再执行任务，他看他会抽到什么。好，你好，麻烦台上请。嗨。你好， 请问怎么称呼你？Claire 对周汤好 Nick 感觉不错，蛮配的。那你喜欢周汤好吗？谢谢。你觉得周汤好什么地方最迷人？谢谢。然后聊得很好听，然后很有才。谢谢。真的？那你希望跟周汤好刚有四种的互动，你希望周汤好抽到哪一种？你许愿。他说都可以啦。那周汤豪那个抽奖箱，你抽啦。刚默默已经抽了。哦，拥抱嘛，可乐拥抱可以吗？你干嘛？你想要什么？拥抱可以吗？你想要拿公主抱我吗？可以，还是你要公主抱我？还是你要被壁咚？拥抱。可乐也不好意思了，他说都可以啦。那周汤豪你要加盟到什么程度，我就随便你了。那就交给周汤豪喽。来，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情人节快乐，拥抱！谢谢你，谢谢你。公主抱吗？啊，公主抱吗？公主抱我吗？可以啊。你要不要公主抱一下？我怕公主抱我会很瘦。大家公主抱吗？没有拍到。可以吗？没有拍到。哦，没有拍到。没有拍到。脸要转过来。脸要出来一点呐、啊。我的脸要出来一点吗？对对对，因为那个我们稍微脸要什么？对，小贝尔跟那个要。哦，分左右侧是不是？天哪！我 OK， 可以就觉得莫名其妙。可乐就麻烦你，我们来对对对，拥抱一下，拥抱一下，来，可乐，可乐脸要看一下镜头。我要抱他，然后我要看镜头，看起来超怪的。没关系啦，就是这个，对，抱一下这样子，好，右手边先看一下。可乐头可以靠上去，我允许你。啊，不然呢？麦拿一下，麦。都害羞了。好来啊，这 Clay 哈，等一下要下来包红包给我，因为真的他要太感谢我了。我在那么多人当中呢，后想说 Clay 今天好像请他吃一次也没有，没有，主要是那个他的笑容很迷人，我觉得腼腆又可爱。那 Clay 你要被壁咚一下吗？我们有四根柱子哎，柱咚，周汤豪上，柱咚啊。没关系啦，你就是选一根柱子给他咚上去。对，那 Clare 你过来啦，这样子啦。自己来就好了，真的。你这样很尴尬。我不能自肥啦。怎么样？情人节啦，不会啦。Clare 那个以后不敢来周汤豪活动。对，咚他咚他。摔到分手，哎，我走音，摔到分手。哎呦，周汤豪说：“天哪，今天被阿光给设计了。”来，最左边麻烦 Clare 跟这个汤豪来看一下下。今天 Clare 呢，真的是豁出去了，也很谢谢周汤豪如此大方，那个脸再出来一点点，对，是，哦天哪，我今天这个画面好和谐哦。Clare 说他说好吗？好。阿光，你不要乱来。谢谢。Clare 感谢你，谢谢。哎，真的耶，他刚刚真的很不好意思。不过 Clare 可能这边还是年轻少女啊，就会比较有矜持。像我现在觉得什么都不怕了。不过你刚刚这样子助攻女生，或者是说公主抱女孩子，感觉怎么样？因为在这种场合就是很尴尬啊，对啊，大家后面看就觉得我们在干嘛。
对啊，你就在拍照啊。哎，可不管怎么样，这个周刚好情人节快到，要不要给这个刚给 Claire 啊，给这个现场大家一些情人节的祝福，好不好？祝大家情人节快乐，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收看一下这个一吻钟情，因为真的还蛮特别的。对，然后播出时间是我的15号晚上9点，星期三，每个星期三，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看，然后我觉得是蛮好玩的。对，可以找你心仪的对象试试看，你就跟他讲说，哎，你最近有看这个节目吗？嗯、我觉得这节目还蛮好玩的，来试一下，跟他试一下。很高招哦，搞不好就此就这样告白成功了。对，光你跟他这样讲，他可能就知道了。真的，出其不意的这种恋爱新招嘛。对，就这样也不错。对，所以呢，这个再一次感谢这个周汤豪来到我们这个一吻钟情的这个记者会的活动现场。谢谢，谢谢大家。礼拜天有签唱会哦，到时候见喽。是，情人节快乐。谢谢大家，谢谢周汤豪。好，那我们让这个平面需要补一下照片，来，平面让这个周汤豪补一下照片。OK， 拿一下台子。那周汤豪可能麻烦我们这个圣殿。